娜美在哪里？莽松在这里吗？玩的就是三花。我的究极天照，直接给我拿一个人头，爽！收分，兄弟们，收！传统是给弱者的安慰。今天感觉随便上一百分啊，每天三百分好吧？因为今天赚一四十分，今天上个一百五吧。感觉可以150，只是加分太低了，先一把加分再加20分，太低。亏了，兄弟，不是我的头，不赚。最好的雪人，兄弟们，最好的雪人，我太喜欢最好的雪人。如果这个游戏能上单扎克，下路雪人，下路两个雪人打野一个雪人就好了，兄弟们。我操，这下子一个 Q 这么疼啊！哇，这个给换了。打野，你为什么不吃头啊？我根本就不需要头，别给我让头。你们 C， 我不要 MVP， 你们 C。我不要 MVP 啊！没有，我害怕我这胜率太高 ，MVP 又多，到时候给我 EIO 了，知道吧？我不想 EIO 啊！我现在他妈的连胜模式，我不能拿他的 MVP 啊！拿他的 MVP 肯定会排傻逼的。是啊，你的话80多胜率加，哎，我少中一发 Q， 操！啊，差一点点，80加19分，有点难崩。我操！这不能空中给他 Q 死吗？完了，小蛋，说实话。没关系，这把控 MVP 啊，兄弟们，这把控 MVP 这把给到死哥，死哥不要再死了。
瞎子这样靠反应去没办法呀，有点。又是我拖，不想拿啊，还给我，你吃你吃兄弟，你吃，算了，我拿一把皮吧，这把感觉胜性难却了，拿一把吧，也可以拿对吗？也可以拿一把 MVP， 也不是不行。不了呀，死了，还行，多打了个一，攻势杀，这波攻势杀他是没道理，没道理能躲 Q 的，因为这波的话，攻势杀我 W 换位，他会往我 W 这个位，他只要就是人物对准我头像，因为他肯定要踢我，对吧？他对准我头像，他肯定往我人这边走的，所以这个 Q 三花全中了，然后一个 WE 落地又能打个一，谢谢冷一风送的小月亮了，谢谢你。顶级辅助血人，爱了呀，兄弟啊，玩的真好。不是哥们儿，你怎么敢呢？我操，十一分钟，这个装备，你就应该会来这里。这不先吃完来喽，宝贝。OK， 凡哥的300块，加上仙宫89块，刚好300块，220加80，300块。再去下拿点头，仙宫又好了。娜美在哪里？莽僧在这里吗？玩的就是三花，能触摸到我吗？减少账号风险，你可以微信充值啊，没事，主播已经帮你考虑了，你可以微信充值，因为有很多人用的都是苹果手机，苹果手机它是有那个手续费的，可以用微信搜索虎牙直播公众号。那里充值的话没有手续费，很便宜啊，好吧，已经为家人们考虑到了。轻松，完了，这把拿 MVP 了，破了 MVP， 破了，下把估计没好队友了，兄弟们。为什么老子这胜利能加19分啊？我不理解，8连胜了，感觉要输了。我不理解啊，我86胜率给我加19分，这和本地号有什么区别？操！哎，不过下把能给我再来一把努努也可以，再来一把努努辅助吧。